今天我们继续谈孟晚舟，继续谈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人质外交。这次释放孟晚舟是一个非常，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交易。这个丑陋的交易，实际上按照我们看来，是拿原则做交易。但对于孟晚舟来说，是好事是坏事那不一定。孟晚舟在昨天离开中国大陆，然后到达深圳的时候，他有两张照片，两个照片几乎都哭了。哭什么？我想，孟晚舟心里是非常的乱，非常乱。可以说他心里是一片空白。你说他是高兴哭了吗 ？No。因为他是恐惧哭了吗？也不是，他心里是一定是一片空白，也就意味着他离开加拿大，他是加拿大人，他离开中国，离开加拿大，意味着他离开了自由世界，梦寐以求的离开中国，到达了加拿大，成了加拿大公民。然后梦寐以求的要回到祖国的怀抱，他的祖国是中国，意味着孟晚舟离开加拿大以后，永远他都可能不能再去加拿大，也就是说他告别了自由世界。那么真的是共产党是离不开他吗 ？No， 孟晚舟的使命早就结束了。孟晚舟、华为、任正非他们的使命早就结束了。从孟晚舟被抓那天开始，就判了加拿大，判了这个孟晚舟的死刑，就判了任正非的死刑，就判了华为的死刑，也判了中国所谓的中国高科技的死刑。因为你是非法的，你是建立在像中国人一样建立在私国基础上的大厂，也就是说，你华为也好，孟晚舟也好，任正非也好，也是建立在搞垮西方的基础上的，搞垮西方、消灭西方、偷西方、抢西方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，意味着孟晚舟被抓，就是你一切都暴露了。比如说孟晚舟的使命也结束了，任正非也结束了，华为也结束了。也就是说孟晚舟从昨天离开加拿大回到了中国，他永远都可能来不了西方了。或许他在中国要不了多久他就消失掉了，他的生命、他的安全可是一点都没有。今天我看了他的讲话像一个龟孙子，像一个小小女人，没有在加拿大机场这个讲话的那种自信，没有在加拿大讲话的那种气质。尽管他的英格兰语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流利，照本宣科，但是照本宣科哪怕是一句话两句话，他的自信还是满满的，因为他觉得他的后面有强大的中国。那么他回到中国以后呢，回到深圳以后呢，他讲话是小心翼翼的，像一个小小女人。不相信朋友们拿他的视频来看一下，或许要不了多久他就进监狱了，或许要不了多久他就因什么东西就无辜挨宰了。在中国大陆要你死那不多简单吗？要说孟晚舟这个决定，如果说他还想在人类世界活下去，他还不如去美国，在美国监狱里边度过，跟美国做污点证人，提前释放出来，回到中国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还能在华为干什么？你还能在中国干什么？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是了。
你的使命已经结束了。或许这也是好事，因为你孟晚舟，你是加拿大人，你应该忠于加拿大，但是你的国家是中国，你的祖国是中国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背叛了加拿大。加拿大按照中国人的定罪，要给你判一个叛国罪。那么，回到中国，将来清算你的时候，会给你定个什么罪？你是背叛中国。不管你以特务的身份也好，什么身份也好，你是以背叛中国成为加拿大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共产党人、共产党的，不管你是共产党什么人，结局都是非常的悲惨，没有哪一个是安乐的死去，没有哪一个是圆满的结束那一生，都是悲惨的一生，这是共产体制决定的。那么你孟晚舟，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你没有用了，你回到中国去，你不能跟外界任何人接触，你不能单独到任何地方去，不跟监狱是一样吗？你还不能像在加拿大，哇，一会儿又发表看法，一会儿有人来看你，啊，一会儿你还要抗议，还有怎么怎么的，在中国当中你抗议谁啊？你敢抗议谁啊？你敢干什么？你还能够一个人在街上去走一走？你还可能想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就看一看 ？No， 你在中国大陆比在西方坐牢要悲惨一万倍，或许你的生命就没有了，好吧？这是上帝注定你的，你的选择是你的这个生命是你的选择，你的行为是你的选择，你的今天也是你的选择。所以呢，那些五毛什么毛，你看看孟晚舟的结局。将来你五毛也好，什么毛也好，既然你们选择了要跟共产党生死存亡，那么你们就继续跟美国对抗吧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一次这个交易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交易。加拿大那两三个人，人家什么都没有，你孟晚舟呢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所以这个西方这次这个交易哈，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丑的，是不能够曝光的，不能够见人的。当然，这是也是美国人的选择啊。美国人愿意投靠中国共产党，美国人愿意投降于中国，愿意跟中国人跪下去，那是你的事情。加拿大也是啊。最后的结局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，就这次这个孟晚舟事件这个交易，这个人质外交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可以逮捕全世界任何首脑，意味着中国可以逮捕美国总统。或许逮捕美国总统没有后果，为什么？人质在你手里，炸弹不会落下来，所以以后跟开了一个先河，让共产党在世界上为所欲为，随便抓人，随便逮人。或许你美国总统到什么地方，就把你咔嚓了，也许把你跟你谈判也好，跟你访问也好，就把你软禁了。抓捕美国总统，我想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或许中国人要玩的大的出来，
逮捕美国总统。这次孟晚舟事件，这个交易，这个人质外交，跟人类事业开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，使这个事业悲惨事业来得更快，悲惨事业来得更广泛，悲惨事业可能会落到所有外国首脑头上。当然，不是说普通人就不可能落到头上，反而普通人还安全一点，因为他杀你没有必要，杀你麻烦事情很多了，他只要杀你，直接抓几个总统，肯定把美国总统抓了，把美国部长抓了，作为人质外交，这是个恐怖事件。当然，美国要报复中国是可以的，但是美国不会，美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，美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。100多年来，共产统治中国100多年来，都背后都有美国在支持。特别是美国跟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的绥靖政策，造成了美国一天不如一天。通过这几次，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个活动。美国还有什么影响力啊？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大家都清楚，美国时代已经结束。当然，美国都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，不想要这个世界了。现在推崇的、实现的是新世界计划，是人类主义、地域政治、国家概念已经是。慢慢的是过去式了。将来共产党不管你多厉害，将来在清算人口的时候、清理人口的时候，可能你就是清理对象了。现在正在实施的、正在计划进行中的是什么？是减少人口。建立人类主义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。人口将来会减少到政治正确这个数字说出去，有些人心里不舒服，要减少到只保留5亿，90%都会被清理，都会被淘汰。当然，朋友们不要怕。人类，你一生就算你活100岁，100岁在世界上算什么？连弹指一挥都不算，所以没有什么的。人跟其他的植物一样，要优胜劣汰。其他的植物好的就保持，不好的就淘汰。人类也是一样，不能够把垃圾人种、垃圾人类跟这个好人都弄到一起。当然，人现在看来哈。不存在有好坏之分，但是清理人口可能不会是你中国人说了算吧？只是中国人现在在身上高兴一下。现在你中国人为你点赞，你敢住敢杀敢打，现在你还不去占领白宫，将来有没有机会了？中国人真的敢干，你就干吧。祝贺你，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 Twitter， 收藏我的艺术品。 Thank you so much. See you tomorrow night. Goodbye.